你怎么回事？给你的项目一点起色都没有 ，KPI 完成不了了吧？不是经理，他这个客户真的很难搞啊！我不关心你怎么做的，我只关心你有没有做到。那对不起，我再去争取一下吧。你不要争取了，我看你心思也不在工作上，这单以后给小王做吧。不是啊，经理，我可没有因为别的原因影响工作，该加的班，该改的工作，我一个都没有少，而且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跟进的。你都跟进一个月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正好合作公司要换新的对接人，也该给其他同事一点机会了吧？你出去把你写的方案给小王吧。不是，他事情不能这样做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。合作公司新的对接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把方案交接一下吧。哟，搁这干啥呢？我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以后就由我来接替你的工作了。资料都在我工位上，你自己去拿好吧。哎，要不好好跟我说个话，经理那边我去求，项目我带你一起做。我跟你讲，不需要。哥，你面对事实行不行？现在什么状态了？看在咱俩同事一场，我去求经理，我带你一起做项目。就你，你不是好大的脸啊！这个项目你说了不算吧？不是，你是谁啊？在这儿嘚瑟，我说了不算，那你说了算呗？当然。我现在说你可以不参加这个项目。我不参加这个项目，等会儿单总就来了，你们就看那屋，看我搞定这个项目吧。你们在我办公室门口吵什么呀？哎，单总，单总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有事原因，有事原因。你是单总？怎么了？我不可以吗？叫你嘚瑟，这下创铁板了吧？等着挨批吧。那现在我说你可以不参加这个项目了，有问题吗？哎，小王，你还在这杵着干嘛？赶紧去倒杯水去。不用了。他倒的水啊，我喝不起。哎呦，向总，这是咋了？我现在说他可以不参加这个项目，不然合作的事儿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向总，您有所不知，就小王对咱们这个项目是最熟悉的。对对对，知道吧？他不也挺熟的吗？就他吧。他，看来您合作印象不深啊。哎，向总，不是，哎，把东西准备一下，快，我马上。咱们去会议室，把东西拿过来啊。经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还不是因为雪儿，你要是失业了，他不得跟着过苦日子？我可舍得。不是说你搬走了吗？我那是自己房子装修好了去住，又不是离开武汉。谢谢你啊。客气什么？